欢喜佛。回得有的声中，佛出现于世，教化众生，又啊改变一个名字，名字啊叫一乘满，一乘满，也就是啊随心满愿，一切众生啊所求的，他都能满他们的愿。回得有的时候啊，出现于世。佛出现于世，又换了一个名字叫入圣火，好像啊那个着得很茂盛的火，用这个做名字。回者由的生中出现于世，取一个名字叫持戒，持戒佛。回者由的生中佛出现于世，又换另一个名字叫一道，入世等，像这样子七数十千，有十千那么多，令诸众生啊有个别得到他的知见。诸佛子，你们各位佛的弟子啊，在这个娑婆世界有百亿四天下，不是就这么一个地球，有百亿那么多的地球。如来于中，佛呀在这个百亿多这个地球上边，这个世界上边有百亿万那么多的种种名号，名号也是啊，有百亿万那么多，所以啊令诸众生个别之见，只令一切众生啊都各成其分，分别得到啊他所应该得的智慧，而明白佛法，而亲近供养佛。